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，哈哈，这个你们可能有多久没看见我了？应该有很久了吧？因为刚刚把手理完啊，对，哎，我的天，刚才撞墙上了，好脏啊！这个灯好暗啊，弄亮点吧。我把这个，好吧，有点脏，过两天我换个垫子，这垫子好脏啊，太久不用了是吧？首先，好的，它连上网了，可以玩了啊。现在是22:13，我已联网。其实你好，您的吩咐。啊，因为这快递有点多啊，一直堆到一块儿。其实不是，我这两天快递买太，淘宝买太多东西了，就给你们看一下哈。来，一姐，您拆吧。嗯，实际是这个啊，我们来拆吧。哇，我非常的爽快的把自己手拉破了，有毛病啊！新刀就是锋利啊，那把刀我给我哥哥了，太急躁了不好啊，这是告给你们的忠告。我之前不是买了个充电器吗？哎呦天，这血好像有点多，太使劲了弄一下。这就跟我今天刚好去药店买了创可贴，就刚买创可贴的手就破了。对不起，不是故意的。他送了啥？哦，贴膜有啥用啊？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能给充电器用，就不管它了。我们先拆下一件。这啥？哦，是这种反光膜。贴膜怎么说，就是特别的亮啊。那看能反光。妈呀，疯了吧！我操，一卷蓝的，一卷这个，一卷蓝的，一卷红的，白的啊，看有点光啊。这个得贴完自行车你们才知道效果。对，我在淘宝上买了几十件货来着，我还特意带了7号笔下来，就是为了不给他们打码，但是后来懒得用了，速快点吧，这时间不够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浮条灯也能反光？对，我们的手电筒来看。贴上之后你就知道效果了，没了，就是一包哈。真的是我不小心啊，跟别人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完了，这里是泡沫塑料箱吧，我买的吃的啊，忘了他说让不让我吃了。我买的好像是螃蟹，哎呀天哪，这个怎么倒出来？使不上劲儿，这漏水了，你看，漏水了。我靠，别他妈是臭了。是这种，这是醉蟹啊！哇，红膏蟹糊，不是吧？这么恶心！这是蟹块，我的天，我都不想用手去摸它。你看是很恶心，但是这种味道其实挺好吃的，下酒用的。好吧，我操，放一边先。这个木板啊，嘿，这7块钱全是给你拆快递的是吧？不太好意思，这是钉子，没东西了。我当时买了2套，这还有一套啊，回来再拆啊。这次就不给你们拆了，没必要啊，拆一套就够了。再放一边啊，然后还有一件这个，这个是我主要做的东西啊。就像前两天我还发那个动态来着啊，好像也没有人看是吧？好像因为我太久不更新了，已经有人把我忘了，让我是谁我都忘了。哎，他居然送我全包裹的膜，7G，是定做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手就有完没完，又弄的一手血，多恶心啊！送了支架，送好多这个，做的是一种全包裹的贴膜啊。还有挖好洞是吧？本来往今天贴的啊，今天看来是贴不了，这个是别人的，这也是别人的。这也是别人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三个是锤子手机的啊。我该拆了多少块钱我都忘记了。好吧。这是什么？这给我这手机装在这上了，它俩壳我没完，你知道吧？这壳芯还没动，好生气哦。看完这个是手机，那这三个都是一个手机的，这是一个手机的，这是一个手机的，这三个是一个手机的啊。我的天，好沉！这个拿出来3套，放这里头，1套2套。
他应该有告诉我怎么弄哈，他送了个这个壳啊，然而没什么卵用。对，我们楼下有很多快递，所以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。我先去小红去贴个创可贴，哈哈。我们来组装一下这个，不用管了。好尴尬，我前言不搭后语，你都懂，你说的我就没听懂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组装这个东西。对，看到没有，贴纸这个给的很容易做两个一样的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。好了，嗯，然后我们的乳房旁着做一个一样的。好巧的是，我们有只蛇刚好吃东西了。你看，这只已经吃完了，这只也吃完了，这只也吃完了，下面有只，它挺大的啊，我这只正在吃。那好了，我们来做这个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看喂食吧，好吧。好了啊，然后他们做完是这个样子啊，可以随意摆放啊，可以叠起来，也可以做成这种距离最远的，对，它反正可以随意的扩大扩小，对，然后我们先来拆另一个啊，这个做好了，对，我们这不还有一个，我们把它也拆开，好吧。好了，嗯，这个是怎么说呢，这应该是这样子，它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呢反过来装压，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呢它可以这样拉长，是吧，这种书架你可以随意的回家，对，然后刚才那个弄完就差不多了啊，把那条蛇都吃完了哈，我们这个小的吃黄叶去，对，这些我今天晚上吃不了啊，还没吃完啊，这个愿意做蜕皮啊，那不管他们了啊，我们这期视频到此为止吧，啊，好吧，到此为止吧啊，有的我都给拿楼下去了，对，好乱呢、啊，真的是，那啥哦，那个是那啥，嗯，还是别看了，我要先把这些都搬楼下去，那这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话点个关注，虽然我觉得没什么可关注，都什么玩意儿这个视频，我这不已经被筷子叮扔满了哈。全扔那边算了哈，不管了，明天雇个人来给我打扫一下哈。啊，这还有就没拆，不管再说吧。这一两件都拿出来吧，先，明天贴车上去，好吧？那好吧，拜拜啊，再见啊，有你们真棒哈。